1.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特别是，我要祝福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，不论你手上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其实每一天在办公室当中，你一定都会遇到一些不一定很顺心的事，不一定很如意的事，不一定让你很高兴的事。但是我还是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是总是一帆风顺的。即便你可能做的是一件你觉得太重要、太棒、太有恩高、太合上帝心意的事，也未必一帆风顺。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在很多的困难当中，你可以继续前行。好像但以理，一路走来，他都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，甚至你看他的朋友被丢到火窑，他自己也丢到狮子坑里面。一路走来，他做的事情是对的。但是并不会因为做的是对的就不会有困难，一样有困难。但以理是这样，你我也是这样。然而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，未必一帆风顺，但是即使有困难还是可以往前行。祝福你今天在你所在的工作上，即便遇到困难还是往前行。而在这个往前行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但以理身上很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上帝为什么用这个人？上帝为什么祝福这个人？上帝为什么在那么多人当中把这个人擢拔起来，格外的拣选他？他身上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，值得我们学的。过去这几天我们分享到，至少有两个大的部分。一个大的部分，他的坚持，在许多重要的事上，他不妥协，坚持。第二，面对事情，他不坚持，然而在态度和做法上他是柔软的，他是柔软的。我很喜欢八福里面讲到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你知道那个温柔不一定是讲个性，是讲一个人有没有一个柔软，为着完成我要为主做成这件事。我知道主把我带到这个位置上来，主要我做这个工作，我知道，所以为着完成主给我的托付，我愿意柔软，我不必那么傲慢，说我非怎么样，不，我可以把身段放低来，我可以把腰弯一点下来，我愿意谦卑下来，我愿意调整我的说话方式，我愿意改变我跟我的主管沟通的模式，因为我知道上帝要用我，我在被上帝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好像但以理一样，他的柔软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说，不但是他的坚持和他的柔软，他的灵巧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但以理可以一路走来为上帝做大事，我们还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榜样，就是但以理有团队，他不是自己一个人的，他不是单打独斗的，他是有属灵的同伴的。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们，他们四个少年人是一个团队，他们都一样被俘虏来，他们是很孤单的，他们是很弱势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四个人的同心，他们四个人的合一，别人没有办法随便欺负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是单兵。我真的相信，好像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仇敌好像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征战，但是请你记得，你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的同事，不是你的老板，不是你的主管，你征战的对象是那个背后有一个权势，是撒旦的权势。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什么人是可吞吃的人？当过兵的男生都一定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单兵攻击。但是单兵是最容易被攻击的，因为你孤单，你一个人，你只身，你跟别人走散了，你这个人一人走自己的，一个人攻自己的，单兵是最容易被攻击的。什么是撒旦所要寻找遍地游行，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？单兵是最容易被吞吃的，单打独斗。如果你渴望在你所在的位置上为主做一些事，你知道上帝把你带到这个位置上来，你知道上帝要用你，你知道上帝有一些重要的托付在你的手中，不要让你成为单兵，找到你属灵的同伴，一起成为一个团队。单兵是最容易被攻击的。你知道要和别人成为团队，
其实常常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谦卑，承认我需要你。虽然可能我觉得我比你聪明，我比你能干，我比你认真，但是我不能够单打独斗，我需要你。你愿不愿意安静下来祷告？主会把一些人放在你的心中，让他跟你成为一个团队，永远不要成为单兵。祝福你，不成为可吞噬的。是我亲爱朋友，背负我最大我有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这心头有浮于失恋应有，我们切莫灰心失望，人到主恩座前求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重担压肩头，主是你我避难处所，快到主恩座前求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，分担一切苦与忧，主都知道，放心到主座前求。你若遭遇忧盼凄厉，来到主恩座前求，在主怀中必蒙护，主同在，永无忧。